开始了，我听着盖伦补刀了。一下还堵，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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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我平 A。咱就不闪了啊！这回再闪，致命点炎，点炎劝退已经不好用了，小伙子。另叫下俺老孙的饭吃吧！给我卡住兵线，漂亮，回家了。来一个耀光，隔壁欧式玩家已经被打自闭，那是因为还没有用欧莱雅男士洁面乳呢，用了以后，这不得给你们来个反差吗？对不对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昨天斌要是能有我这技术，我就不会输。哎呦天哪，兄弟！咱们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猴哥开玩笑，好吗？我们与职业选手还是属实是差挺多的。少补了一个，哎，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这控个线盖轮不就废了，控不了，那老些兵呢，我连个药都没有，我也不是铁人，那咋控啊，那老些兵控一半，我们盖轮给我一个劈我就死了。我们现在是33，跟我装逼是吧，阿伦伦装逼可不好啊，不回了，来，俺俩打一下子。你还要举世界，我就是世界。我就是世界，你给我死。我直接来个妇孺之斧，这妇孺之斧1100块钱，我说实话这个装备是真有点垃圾。你看看人家铁刺鞭30攻击力，这玩意儿呢15攻击力，真是不太行啊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这是什么皮肤？这是战斗学院。那你还买？那没办法呀，那不如以前的小冰锤儿。呀，抠错了，最近怎么这么乐意抠错人呢？我就发现。空波线儿。哎呀，抠错了。其实刚才杀盖伦直接就能杀的，主要我
没太认真，你知道吗？没太认真玩。刚才跟你们勾流来着。刚直接就能杀的盖伦，这个距离是必定能杀的。这回可以控线，然后插个眼，防止他在草丛里边吃经验啊，不让他吃经验。直接亮牌，一抠先打的骸骨，他已经没有了所有保命技能，这波直接上。你还挺靠后，你靠那么后也没有用，你没有骸骨我必杀你。你要取什么世界呀？你要取世界？我的天！应该整个猴的头像给他来一个，正好我们用的这个皮肤，就 W 没了以后的那个图标就挺有意思。三项吧，回家。30、30、220，这个三项之力，我觉得它的属性跟它的这个，跟它的这个叫的名啊，不成正比。三项之力，那就应该加30攻击力、30攻速、300生命值和30技能级数。下面加3333。然后会提供30点移动速度，提升你30%的攻击力啊，这是对的啊，还有300%基础物理伤害，这么个意思。太大了，对不起，闪现没用，我有加速。卖30000，那不行，那卖30000有点贵了，可以卖个3333嘛，三项嘛，要么你就别叫三项，真是叫这名叫。我抠你一下，跟我拉扯是不是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他怂样吧？谁允许你瞅我？是谁？我都不乐意拿伞杀你，其实跟个猪一样。以后我们不说人傻了，我就说跟个猪一样。我靠，我的一血塔。回家。
骂人不太好吧？怎么骂人了呢？跟个猪一样还叫骂人呢？猪多可爱呀！并且猪也是非常聪明的。为什么你每次吃猪肉都那么费劲？每次杀猪都那么费劲，就是因为猪是非常聪明的，它不会轻易的被你逮到。你要吃它的时候，它都已经知道了，它就会跑。而且猪的智商是很高的，对，猪其实比狗聪明，可能你不知道。盖伦这一波让他推吧，我们来拆种族，我们这波来一波田忌赛马，上等马换下等马，我们吃经济，他也吃经济，而我们吃的经济更有用一些。他吃的经济不一定有用。先把这维克托尔杀了，然后再回中路吃。哎，吃了十层塔皮，我们。剑圣的话我估计应该要往上半段三狼走，这位置有没有跳弹？好，跳弹，三二一，你好，你跟我打。我先打个蛤蟆，让嘎里奥跟盖伦打一会儿。你好，给你吧，不要了，这都不值钱，零杠六，没有钱。剑圣开大打狼，那不看见我了吗？看见我啪一个大招，反应速度还是可以的。这剑圣，这个剑圣不是征服者的，刚才征服者我们其实有点危险。先看看这是谁的眼，机械先驱。来，回头杀剑圣，先把剑圣杀了，然后把蓝打了。嘎里奥要上，其实可以打，别急啊，我们先杀泽拉斯，他比较肥。打了个盖伦，给我沉默。出个什么呢？还是先来个黑切吧。既来之，则安。去下路找到泽拉斯，太猖狂了！秀！哦呦，厉害呀，小黄毛！这波维克托一定会在这儿过来。你看说什么来着？他百分之百得来，我们在这儿给他一堵。哎呀，剑圣！三、二、一，出来！堵他们！这盖伦咋的呀？你是不是以为我杀不了你？哇，
什么虚区？再来个九头蛇，这不够肉啊！现在是真不够肉。出个三项黑切，跟个籽儿一样，真脆。先拿点小龙吧，还有三十秒龙刷了。盖伦还拿红呢，我说实话他们家队友是真好，这种一杠七的还就拿红 buff 还没有人抢啊，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我就说嘛，这里边有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在这堵我，你看吗？你挺厉害呀，你敢堵我啊，谁你都敢堵啊，你上了，哎，还敢堵我啊？这个维克多在干些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剑圣啊，剑圣怎么能在这个位置出来了呢？快快快快快，杀剑圣！完了，行囊死。剑圣攻速真是一个字儿啊，慢！旋风他呀，旋风，没有旋风吗？九头蛇黑切。来个影魔刀吧，不得，我把鞋换了，鞋不行，多出点魔抗，打我太疼了，不点鞋没什么用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这猴的魔抗成长是真有点低。你们去打小龙去吧，既然这一波你们喜欢小龙团战，那高地我就拿了啊。我们家一定是团灭的，如果打起来啊，所以我先给他们点个信号，不行就给了。我觉得一条小龙换个高地其实非常的赚。你是不是以为你死不了？你看，打起来一定是亏的，百分之百全死。但是我们这边给他们压力，完了团灭这边。哎，他们没全死，还没了。你说你们为了一条小龙基地都不要了，我真是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。哎，打我，哎，